我现在在芝床国立公园的芝床五湖，在走这个高架散步道。那走高架木道呢，它是弯曲绵延的，很多角度都可以拍照，非常漂亮。倒着走一次。这个时间呢，太阳4点多了，日本时间4点多，然后太阳还是很亮，整个天空很漂亮，放晴的。不会像前两天都是阴雨绵绵。终于，我们在今天第5天没有在下雨了。明天的行程就是到东山湖。好，现在再上去吧。